先开经本第23面，倒数第4行，从经文看起。而是文殊师利童子为善财童子及诸大众摄持法已。到这里是一段，这一段是总结前面的说法。上一次我们讲前面这一段经文总共有11句，而11句的内容是深广无尽，不但是世尊49年所说的一切法不能超越这个范围，即使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说法也在这11句之中。这个境界的确是不可思议，所以古德称华严为大不思议经，不是没有道理的。那么今天刚刚念的这一段总结前面的说法，文殊菩萨对善财以及大众说法之后，我们看经文，复以种种善巧方便，殷勤劝喻。这一句意思非常明显，为他说了法之后还特别勉励他，劝导他，希望他能够如法修行，成就圆满的佛果。这一句的意思很深很广啊，种种善巧方便啊，可见得不是一种啊。为什么是种种善巧方便呢？诸位必须要了解，菩萨所说法这个11句不是一时说的啊，像我们这1个半小时不是1个半小时说的，就如同无量寿经里面世间自在王如来为法藏比丘说法了，经1000亿岁啊，此地经多少时间没说啊，必定是很长的时间啊。长时间说法呢，当然长时间的劝导啊，屡次的劝导，不断的劝导，那这个劝导的方式自然就多了，啊，叫善巧方便，啊，殷勤劝说，啊，殷勤非常恳切、真诚、恳切的劝导大众。当然，大众里面是以善财为主，啊，为什么呢？善财是个法器。 能够接受，能够成就，啊，大众人虽然多，未必能接受。虽不能接受啊，也种下金刚种子。啊，换一句话说了，没有一个不得利益，啊，得利益了大小、浅深。 广狭不一样，啊，决定的理由。再看底下这段经文，这一段经文就很重要了。令其开觉，增长势力，甚大欢喜，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 这个是一小段，嗯，这一小段在这一大段里面是最重要的一段。啊，这里我们明显的体会到了文殊菩萨为他说法的目的何在呀？ 是令其开觉，令其开觉这四个字，要用现在的话来讲，帮助他开悟啊。觉就是觉悟啊，帮他破迷开悟。如果真正觉悟了。 他的能力呀，就凸显了啊！这就增长势力啊，无论对人处事，他的技能就显示出来了。 啊，这个能力显示是从智慧啊。甚大欢喜这一句，形容他的生活。啊，第一下是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啊，这是发无上菩提心。那么由此可知。 佛在经上常讲啊，发心很难很难啊，的确不是一桩容易事情。菩提心一发，这个人就成佛了。 那如果论他的地位，这个我们后面要讨论到。菩提心发了之后，他是什么地位？如果以本经来讲，原叫初住菩萨。啊，就一般大乘法来说。 他已经其如一真法界了。换一句话说，不仅是脱离六道了，超越十法界了。十法界里面的人没有发菩提心，啊，菩提心呢，给诸位说就是清净心，啊，《无量寿经》上讲的。清净平等觉，那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！凡夫妄想杂念多，定慧都没有，哪来的菩提心啊？也就是哪里有清净心，哪里有平等心啊？小乘人声闻缘觉，定多慧少，所以他心也不清净啊。这是二乘人菩提心发不起来。全教菩萨慧多定少，还是有分别，有妄想，所以清净心也不能现起啊！必须到定慧均等，心就清净，就平等啊！这个条件之下了，才能够发无上菩提心。所以前面这个三句啊，很要紧啊！这三句是发菩提心的条件啊。第一个是你觉悟了啊，你破迷开悟了；第二个，你确实有能力了；第三个，你很欢喜发心求无上菩提。发心是难，我们现在发的是什么心呢？我们现在也讲发菩提心呢。实在是，我们今天讲的是发菩提愿，不是心。心发了，那你就是发生大事了，你不是凡夫了。啊，这个佛跟凡夫不一样，就是用心不一样。菩提心是真心，我们所用的是妄心啊。只要你有分别、有妄想、有人我、有是非，这个心就是妄心啊。妄心呢，不是菩提心啊。菩提心是真心。我们今天发的叫菩提愿呐，我们有这个愿啊，希望从这个愿呢能生心啊。菩提愿是什么呢？在一般大乘法里面讲，就是四弘誓愿啊。四弘誓愿我们发了，管不管用呢？不管用。为什么不管用呢？无始劫以来的烦恼习气太重了啊！这个愿呢是个空愿啊！你看第一愿，众生无边誓愿度，你是不是真有度众生这个愿望呢？起心动念还是我啊？这个众生看得很顺眼，那个众生看得不顺眼，所以你眼之所见，耳之所闻呢，是增长烦恼啊，长养习气。这也是佛在经上讲的颠倒错乱啊！学佛的人为什么还有这么颠倒错乱呢？这里头原因有两个啊。当然原因很多，归纳起来不外乎这两大类啊，一个就是业障太重，第二个是道理不明。消业障要靠清净心，也就是定能消业障啊。这晓得这个禅定功夫的重要啊！念佛是一心不乱啊，定能消业障。慧能断习气，那不在定慧上下功夫，怎么能成就？你这个愿是空愿的，烦恼无尽是愿断，你有没有认真的去断烦恼？烦恼当中最大的烦恼，最严重的烦恼是什么呢？诸位也听见到贪嗔痴，给诸位说不是的啊，贪嗔痴叫根本烦恼啊，我说的是现行啊，在现行当中啊，这个现行就是日常生活常常在发作里面啊，哪个烦恼最重？就是说人家的是非长短，这个烦恼最重啊！法齐菩萨殊胜智要经，佛一开口第一句就叫人：你要是真正修行，真正要想发菩提心，去除菩提心上的障碍，你就要相信佛这两句话。第一个是不求他人过啊，不要一天到晚睁着眼睛看别人的故事，这是你很糟糕的事情啊。第二个是不举人罪呀，不举人罪，不说人家是非啊，人家的故事是非与你确实不相干呐。你要把这个东西放在心上，挂在口边，那你就是搞生死轮回，念佛也不能往生啊！这是末法时期，四众同修修行不能成就啊，根本原因之所在。你念佛为什么功夫不能成片？啊，往生没有把握，原因在哪里？啊，要不是佛给我们说出来，我们真的不知道啊，不晓得这是大毛病啊。参禅不能得定，学教不能圆解，乃至于修福都修错了啊！把造罪业当作修福啊，这种事情诸位细心去观察，太多太多了啊！今天说台湾呢，富足了啊，大家都在佛门修福了。他所修的是真的福是假的福呢？啊，稍稍摄入经藏啊，你就恍然大悟啊！造罪业不是修福啊！啊，这些事情不胜枚举。我们讲台上说法呢，也只能点到为止。啊，细说要得罪很多人呐。啊，你们自己大家回家去好好想想就知道了。啊，不必再说了。 学佛的目标啊，这个第一个目标就是叫你开悟，开悟就是明了事实真相。啊，发无上正等正觉之心啊，这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啊。这个后面好像呢。 这个后面注解注得很简单啊，但是它的这个意思很深。那么，什么叫觉？什么叫明？这个意思很深，很广，全经也就是说明这桩事情。 我们在此地不能不略说，啊，不能细说了，要简单的说。啊，觉悟的样子是什么？迷惑的样子是什么？觉与迷都是对自信说的。一切众生。 都把这个身当作我，这是迷呀，这不是觉。这个身不是我，身不是我是什么呢？身是我所有的，啊，像这件衣服一样，衣服大家晓得不是我，这个衣服是我所有的。 身同样也是的，身是我所有的，不是我。那么，到底这个我是什么？给诸位说，那个我就是个念头。那再说的明白一点呢，就是执着。 执着有个我，你看我执着这个身是我的，我执着这个衣服是我的，我执着这个房屋是我的，那个执着的念头就是我啊，所以叫我执啊。 我执是不是真的有呢？不是的，我执是个妄念，是个妄想，但是这个妄想啊，很不容易打断呐、啊。为什么呢？无世界来，你就有这个妄想。你要没有这个妄想啊，你怎么会到六道来呀、啊？ 哎，你会在六道里面流转呢，就是因为你执着有个我，根本没有我啊，你偏偏执着有个我，你说糟糕不糟糕？因为执着我呢，与我对立的就有人，这个人相就出来了。啊，有我有人，我人从哪里来的呢？众缘和合而生的，于是就有众生。啊，既有这些假象，这些假象啊，必定它有一个时间性。啊，它存在的时间呢，虽然长短不同，啊，它有个相续相。 于是就有受者的执着，啊，受者就是我们今天讲时间的观念，众生呢是可以讲是空间的观念啊，就产生这些观念了。这些观念都不是真实的，用现在的话，抽象的概念，完全没有事实啊！这个东西害死人啊！因为有我执，迷了自信啊，严重的迷惑。什么时候就开悟了？悟了就是真正觉悟到，我确实没有，你就开悟了啊！决定没有我啊！不但身不是我，那个执着的我的那个念头啊，也不是的，也是假的。破了我执，你就觉悟了。这个地方所讲的开觉，比这个意思还要深。小乘人知道我是假的，是错误的，我执破掉了，不再执着有个我了，但是他有法执。啊，他还以为呀，五蕴呢是有的，四大是有的，啊，六度十二因缘是有的，他还执着这个法是有的，我们有法有，叫法执啊，因为有法执啊，他的心还不清净。当然，他去了我执，他的心比我们来讲那是清净太多了啊！可是并没有到圆满的清净，因此他依旧不能见性，他还没觉悟，所以此地令其开觉，必须我法两种执着都破了。这两种都是妄想执着啊！错在这个地方啊！啊，所以有轮回，有六道，有十法界，有生死，有苦难啊！那个根本就是从这个迷惑产生的，从这个地方要破除了，真的是从根本解决了。啊，你所有的妄想啊，生死轮回呀，全都没有了，圆满的解决了。这才是真正的觉悟。觉悟之后啊，菩提心才真正发得起来。啊，所以四弘誓愿，烦恼无尽誓愿断。那个断烦恼是给你讲见思烦恼、尘沙烦恼、无明烦恼。啊，这个烦恼是指这个三大类呀。断见思烦恼，就是破我执啊！我执破了，见思烦恼就断了；法执破了啊，尘沙烦恼啊就断了；无明也分破了。啊，这个时候菩提心现前。也就是清净心现前，清净心里面就流露无量的智慧。你看《金刚经》上讲的，信心清净这身实相般若智慧呀，就流露出来了。智慧现前呢，你才能学法门。有智慧呀，法门无量誓愿学啊。 文殊菩萨跟善财讲的这个11句，每一句里面都是无量无边呢。你要是智慧透出来了，这一听啊，全懂了。一切诸佛所说的圆满法轮呢，你这一听，一切都听到了，一切物啊，你全都明白了。 一即是多，多即是一，一多不二啊！然后才能够圆成佛道啊！佛道无上誓愿成啊！我们要真干才行啊！真干从哪里干起呢？我们是 不地凡夫啊，没有智慧，没有能力，所以诸佛菩萨、祖师大德教我们4个字：老实念佛。可是我们呢，偏偏不老实。 那有许多同学问：那怎样才算是老实呢？你对人、对事、对物起心动念的时候，你赶快阿弥陀佛、阿弥陀佛，把你那个心念呢压下去，你就老实了。如果这一句佛号压不住你的念头， 特别是是非人我这种念头，你就不老实了啊！什么事情都要问，什么事情都要管啊，什么东西都要学，你就不老实了啊！为什么说你不老实呢？你心不定，你心里都乱糟糟。 是不是这样的呢？没错，是这样的，那就不老实嘛。老实人心是清净的，老实人没有妄想啊，只有一句佛号啊，那叫老实念啊。老实念的人没有一个不成就啊。老实念的人不要多，3年。 他就开智慧啊！你说为什么要开智慧？他心定了，心清净了，清净心生智慧啊！所以你智慧不开，是你心不清净，心不清净，因为你不老实啊！我们这种人呢，只有这一条路子可走啊！这个经教 难呐、啊，太难了，啊！纵然是古今这些大德们，讲得很清楚，写得很明白，我们一样听不懂，一样看不懂，啊！不但听不懂、看不懂啊，往往把意思看错了，听错了，啊！这大有人在呀。 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啊，所以对这个觉悟浅显的意思要懂得。下面一句又令善财意念过去所种善根，这一句也非常重要。如果我们知道自己过去生中所修集的善根，我们的信心呢就能生起来了，不会自暴自弃。知道自己这个修学有成就的可能啊，所以佛在经中一再的告诉我们啊，在这个末法时期，你能够接触到大乘经典，你能够听到经宗法门，都是过去生中已经种了很大的善根。弥陀经上讲，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。啊，我们的善根福德因缘都具足了，在现前这个时代成熟了。这一句话很重要。自己能信得过，你的信心建立了啊，净宗修学的条件叫三资粮，就三个条件：信、愿、行啊。你明白这个道理，你的信心建立了，那么在发愿就决定得生。那个品位高下了，在乎你念佛功夫的浅深啊。功夫是什么呢？功夫就是不管别人死，这就是功夫啊。功夫是清净心嘛，你什么事情都管，你的心是拉拉杂杂的，你的心不清净啊，那你就没有功夫啊。没有功夫能不能往生呢？没有功夫也能往生啊。你有深信切愿呢，你就能往生。但是你往生呢，品位低啊，品位不高。九品往生，善导大师讲得好啊。总在于语言呢，这个话说的与经义非常相应啊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我们这一生有没有资格上品往生呢？有啊，都在乎缘呢。那缘是什么呢？你遇到善知识，遇到好的同参道友，把净宗这个理论事实真相搞清楚搞明白了，然后身心世界一切放下，在老实念佛，在上品往生啊。一切都放下了，是不是叫我们什么都不做呢？那你把意思又搞错了啊！一切放下，什么都不干了，给诸位说，那你得有大福报啊！你也有人伺候你啊，有人供养你啊，你有大福报啊！哎，断一切恶，修一切善，不要把它放在心上。叫你一切放下了，是叫你心上那些牵挂、忧虑、分别、妄想放下，不是把工作放下，不是把事业放下，也不是把生活放下。你看《华严经》53参啊，每一位善知识哎，你看他们不都是过他自己本分的生活吗？嗯，他们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工作，有他自己的事业，啊，他做得很起劲。啊，很努力的在工作，在求发展。可是人家心里头若无其事，啊，若无其事，为什么还要这样做？他们这个做是做而无做，无做而做，这个话我们听不懂。什么说做而无做，无做而做呢？你要听不懂啊，我打个比方啊，也许你就懂了。你们有没有看过戏啊？啊，假如舞台戏现在少了，你们不去看了，你每天看电视，那电视剧有没有看过？那个电视剧演员在那里演的那些东西，他是真干还是假干呢？你们细细去体会，它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啊，他不是做给自己看，他是做给别人看的。啊，演戏嘛，演给别人看的。佛菩萨呢，他的生活，他视现男女老少各行各业，就是演戏，表演，表演给别人看的。那么你要想做佛做菩萨呢，你就要发心，我这一生呢演戏，演给别人看。啊，演给别人看的目的何在呢？就是令其开觉，增长势力，生大欢喜，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啊，就这么回事情。那你就是大菩萨了，你不是普通人啦！啊，让人看到我这个样子，看到我的生活，看到我的工作，他看了觉悟了。啊，53禅是在表演这些，啊，文殊菩萨在此地总说出来了。这个一小段是总目标、总方向、总纲领啊，它不是为自己。自受用是什么呢？自受用是清净心啊，这就讲了与自性相应啊。般若经上讲的，无所有不可得啊，所以他的心是清净。他的心是一念不生的，用清净心、平等心来表演给众生看，所以他们的生活、工作、事业充满了圆满的智慧。这是佛菩萨的生活，就是教我们在这个里头觉悟啊。教我们学习呀，我们也可以过佛菩萨的生活啊！佛菩萨生活并没有改变我们现前生活一丝毫啊！就在现前上生活，那个念头一转变，就是佛菩萨啊！怎么转呢？不再有我执了，不再有法执了。啊，而认真去生活，认真的来工作的时候，是为了示现给众生看的。啊，念念当中啊，是希望众生呢看到我这个做法了，他开悟了。啊，他学到了，他学到了就是增长势力。啊，增长他的技能，啊，生大欢喜啊！啊，也能够发无上菩提心这个诗句，把这一部华严53参的那个用意都说出来了。并且要教善财，善财是当机的人，也就是在这一生当中，你观察他这个人入了前面这个境界，他这一生当中决定得度，也就是决定能有成就，那就要告诉他了过去生中的善根福德。增长他的信心，后面这一段是说不是当机的根性没有这么利，虽然闻法还是很难成就，也就是业障习气还很重。我们看下面经文，复为复成一切人众，随其根于。你看这句话，随顺啊，随顺他的根性，随顺他的爱好，越是欲望啊，就是爱好啊，这是没觉悟的人，善才是觉悟了啊，这些人没有觉悟。没有觉悟呢，随着他的根性，随着他的欲望啊，他的喜爱，显现神通，如所印度，广为说法，然后而去。没有开悟的人，有的人羡慕阿罗汉啊，菩萨就教他修阿罗汉道啊。有的人喜欢升天，天的寿命长久啊，自在快乐啊，他就教他升天的方法。有些人喜欢人间的富贵，菩萨就教他修人间富贵的方法，随众生的根性啊。那你想学什么法门，菩萨都教给你啊，显现神通啊。这个神通不是讲的变化啊，孙悟空72变不是说这个。这个神通啊，是讲菩萨设法的善巧方便。通是通达啊，菩萨设法一切通达，没有障碍。神是讲神奇啊，超越我们凡夫的常识，所以说神奇莫测了啊。我们对他的这个智慧呀，这是善巧方便，莫测高深，这称之为神通啊。所以此地显现神通这一句，是说明菩萨接引大众各种不同的根基，他跟他们说法，令每一个人都得利益啊。所以底下讲，如所印度啊，广为说法啊，都能满足大众的根性需求啊。那么文殊菩萨这一会开的就非常圆满了啊，真的是无量功德啊。文殊菩萨说完之后，就离开这个地方了。然后而去。下面呢，这第三段，这经文是第三段。它的小标题就是课题：上根随主，同参妙旨啊。这个上根呢，就是指善财，这是觉悟的人。那些没觉悟的人，听到文殊菩萨的教诲，他就很满足了。 我想求发财，文殊菩萨把发财的道理、方法传给我了，我依教奉行就会发财了，我就满足了。菩萨去，他去他的，与我不相干了。可是觉悟的人就不一样，善财觉悟。 觉悟的人呢，他要求无上的佛果。那无上佛果不是一下就能得到的，决定不能离善知识啊。所以菩萨到哪里去，他要跟着去啊。 所以上根随主，他要跟着去。同参妙旨，这一句话是比喻，也就是佛门常讲的饱餐法味。 妙旨是无上菩提，独引众流。这个引就是脱引而出，与众不同啊！菩萨讲经说法大会完了之后，他要离开了，别人也就散场了。 他不善呢，他要跟着菩萨，这是与众不同啊。众法随思，设计求度，唯独他能够重法。我们中国人讲尊师重道，这个重法就是重道啊，重道那一定就要尊师。 就不能离开老师所以底下善财童子就要求文殊菩萨来度他。这个下面有很长一段经文，经文分两个部分，先叙摄因。 后面呢，就是第二正称寄送寄送就是善财童子的愿求。请看经文：二是善财童子从文殊师利童子所，文殊祝福。 如是种种甚妙功德，大威力，勤求爱要，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随诸文殊师利，展念不舍，一心归向，获长地观而说偈也。这一段呢，是叙说因由。 我们先把这段文的大意略说，然后再看清凉大师这一段的开示，这清凉的注解。二十就是文殊菩萨为大众讲经说法完了的时候，准备要离开了，这个大会结束了，准备要离开了，就是这个时候。啊，这个时候善财童子听到文殊菩萨说这个诸佛种种圣妙功德大威德法，前面所讲的是一句，啊，这个是一句，在上一次跟诸位讲过，那都是题目，都是大纲。啊，细说句句都说不尽。啊，同时又给诸位报告过，我们这个本子是《华严经》的6本，啊，是《华严经》的目录啊，不是全经啊。那个细说的呢，当然在全经里面。啊，细说的分量太多了。啊，龙树菩萨在龙宫里面见到的原本是10个大千世界为成集，14天下为成品。啊，绝不是我们凡夫啊能受得了的。啊，那个经拿来，我们从头到尾念一遍，念10000年都念不完，那别说讲了。这不是假话啊！所以你才晓得，字字句句含无量意呀、啊！这善财童子听到了，真正生欢喜心啊！啊，所以他在这里表现的是勤求爱要啊！文殊菩萨对他的殷勤劝导，真的起了作用啊！善财的确是得多了，他发了心了，这就是说明善财童子发了无上菩提心。发心之后啊，他要随逐文殊师利啊，别人都离开了，他不离开啊，他跟着菩萨，展念不舍。一心归向啊，这个归向就是今天讲皈依的意思啊。啊，依靠这个老师，依靠这一位善知识啊，啊，获章帝冠。啊，这一句是讲他行持的功夫。起这个关照，啊，照住照见，啊，确确实实把那个观念转过来了，啊，这一段经文我们看清凉大师这一段注解，啊，经粗，这个经粗啊，就是指。经是这一段经文，粗是这一段里头分成2段，课文里头先叙说因，这个粗啊就是指叙说因由，是以法心故，我们在这个文里面看到了啊，善财童子发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了。这都已经发心了。此菩提心未当何谓？啊，这个研究教的人呢，他喜欢分别。哎，这个在菩萨地位上啊，他是哪个位次？善财童子为圣为反啊，这一发菩提心呢，这通常讲就是法身大师了。发生他是圣人了，那善财童子是凡夫，怎么一发心就变成圣人呢？那他到底是圣人还是凡夫呢？啊，这疑问生起来了。古有多时，这古来的祖师大德，诸位晓得，这个古这段文是清凉大师写的，清凉是唐朝初年人，啊。那么他说的古，就是唐朝以前的那些大德们啊，对这个《华严经》他们的看法啊。因为在清凉之前啊，在晋朝时候，《华严经》第一次传到中国，翻成中文的本字叫60华严，叫净经。 啊，入法界品文虽然不长，但是也有17卷。啊，古来祖师大德的看法，啊，就很多。这叶云这是有一种，啊，有一种说法，啊，这古时候说法是即地上菩萨，言法心者正法心也。啊，那么有些人是这样看法。 这个一发心呢，那就登地了，啊，就是地上菩萨了，啊，那么这是有一种人说法的。华严是原教大乘，啊，不但是大乘呢，这是自古以来啊，祖师大德们公认这是一乘法了，大乘之大乘啊。 原教大乘的地上菩萨，这个不是等闲人物啊！啊，这个地位也太高太高了。说叶云，此是地前实报凡夫，但有徐善性根现属。啊，这又是一种说法。 啊，又有人讲的时候啊，这个讲法跟前面讲法完全不一样了。啊，他说此地善财童子发菩提心，他的地位呀、啊，应当是地前实报凡夫。啊，地前就是三贤位，啊，摄住、摄行、摄回向三贤位不是登地。啊、三贤位呀、啊，叫做外凡。 啊，那么这个地方，因为它是原教，称为实报凡夫，啊，原教实报土的凡夫了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也就是发生大事。这个凡是对圣来讲的，登地成圣，没有登地成凡，而我们现在不成凡，我们现在成贤，圣贤，啊，所以说他不是圣，他是贤人。 啊，是这个意思。他是三贤位的菩萨，他不是地上菩萨，啊，这意思在此地。啊、但有徐善呢，啊，过去生中善根福德因缘成熟了，所以性根现熟。啊，这个性根现熟就是《金刚经》上讲性心清净则生实相，啊，生实相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 啊，他是这样的地位，啊，这个地位呢，我们在《金刚经》上看呢，古德有个说法是，原教初住菩萨，就是这个境界的。啊，那么这就两种说法了。还有一个说法说有云，古不追呀，古人这个讲法了，我们不必依靠他。 啊，个人说个人的，个人有个人的见解，所以这个东西啊，实在讲啊，看多了，涉猎多了，搞自己搞得一大堆的问题来了。那个没有问题是最好的，没有问题你老实了，有了问题你就不老实了。但是有问题怎么办呢？必须把问题解开，你才会老实。要解不开，你永远不老实。 那你的心不清净吗？你有疑惑在，啊，所以要断疑生信，这就非常必要了。啊，清凉这个住得好啊，古时候有种种说法，都把它提出来，怕的是你看到古人这些注解的时候，又生疑惑，自己找麻烦了。啊，所以说古不足一。自引安住地神闻云，啊，自就是有本经，用本经的经文来做证明，那这是最可靠的。啊，安住地神经文有这么说，说此人一生发王种，有这么一句。此人呢，就是指善财童子。哦，善财童子已经生发王种中，那这一句经文呢，可以判定自为二也。这个法王种是什么意思呢？啊，这有两个解释。第一个为智其发性，生在佛家，命法王种即已入地，那就是地上菩萨了。啊，这是一个说法。第二个说法呢？据多闻熏习，甚解真信，成就佛种，名生法王种中，即三贤内种性菩萨。所以这个生法王种中啊，有两种讲法啊，一种这讲的生，它是登地了；一种呢是讲的浅啊，是他多闻的学习。那么这两种，实在讲啊，就是以后这个教下的这个判释有所谓顿渐二门啊，这个顿渐二门呢，几乎所有宗派啊都承认。前面一种啊，属于顿超，智其发心，发心就是发心，就是真如本性。智其发心呢，就是禅宗里面讲的明心见性啊，这是上上根人，这个不是普通人。啊，六祖大师所戒引的就是这种人。那不是这种人的时候，他不戒引，他不教的。啊，可是第二种所说的呢，多闻熏习呀，这是教下的，中下根人呢都有份。啊，用多闻的方法，啊，读诵。受持，用这个方法不断的来熏习，读诵多了你就能理解了啊！古人常讲读书千遍其义自见，学佛跟学世间法不一样，在中国过去，道家老子都说得很好，啊，老子讲啊，为学日益，为道日损啊，这两句话讲得很透彻，很明白。你到底是求学还是求道呢？你要求学，你可以广泛去涉猎。啊，学是什么？学识啊，也就是我们常讲的经验、阅历啊，读古人的书，吸收古人的经验啊，所以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，是增长阅历。这都是学边思，不是道边思。道是什么？道是清净心，道是定慧呀，所以你要是学呢，那你就得要广学多闻，你到处去求学。如果学道啊，那不行，学道是要损，损越少越好啊。所以学道讲求的一门深入啊。你一生当中学一部经啊，你很容易成就啊。你学个2部3部啊，你就困难了。 啊，一部为什么容易呢？一部你心清净，啊，你一天到晚所想的都这一部经上，你学多了，这个经上这么说的，那个经上那么说，到底哪个说的对？这麻烦来了。哎，你的目的是要修清净心啊，修清净心啊，必须把妄想、分别、执着通通打掉，你才能成就。 啊，佛法是修道，不是修学。啊，必须要懂得一门深入。啊，那么佛的法门很多，经论很多，你可以先去选择，啊，哪一样你很喜欢，很适合，啊，适合你的程度，适合你的生活环境。 你就采取这一门啊，这一门，如果你能够5年、10年都不改变，你一定有所得啊。如果你同时涉猎许许多多的经论，你就是活100岁、学100年，你也一无所得。这是实实在在的话。 许许多多人学佛不成就，就犯这个毛病啊。那么这是多闻熏习，对，一部经多闻呐。我劝大家，这一部《无量寿经》先念3000遍啊。3000遍念完了，有人来问我，那怎么办呢？我说你再念3000遍。那你为什么早不说念6000遍呢？我早说念6000遍，你就不念了，你就吓倒了。这个不干，那么太多了。哎，3000遍还不太多，还可以能接受，所以叫你念3000遍。3000遍念完之后，再念3000遍；3000遍念完之后，再念3000遍。啊，念到你心定了，念到你念佛三昧现前。 你就得受用啊！道理在此地，我没有指错路啊！你肯相信啊，你得受用；啊，你不相信呢，那你就不得受用啊！这是这种方法啊，也能够明心见性，这叫见修啊！像我们这个中下根性走这个路子很稳当啊，见修啊，特别呢。 是以净土教，净土教啊，纵然不能明心见性啊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决定成就的。啊，那是古德讲的“但得见弥陀，何愁不开悟”。啊，等到你见了阿弥陀佛，你不就开悟了？啊，这是比任何一个法门呢、都稳当啊，都快速啊。啊，这是一个方法。 可是这个人的注解啊，这个法师的讲法呢，实在讲跟前面2个没有差别啊。你看清凉讲的好啊，然此疏解亦与前意不以出世。那个第一句跟前面第一种讲法一样的啊，就是地上菩萨嘛，因发心者正发心也，没有2样嘛。后面一个讲法跟后头讲也相通啊，所以亦与后意啊，未疏次解。 何足一言呢？啊，这个法师的讲法，虽然依照经典里面讲法，跟前面2种人说好没2样，意思相同。啊，又法王种正为定者，此是经文呢，佛云何通？必云，与诸菩萨经无量劫，今此童子一生之中啊，尽菩萨行。这一句经文呢，是本经末后啊，善财童子参访弥勒菩萨啊，弥勒菩萨所讲的啊。那么以这弥勒菩萨讲的这段话呢，跟前面这些法师的讲解有矛盾啊，讲不通啊。弥勒菩萨讲啊，他是于诸菩萨，于诸菩萨除善财之外啊，所有的菩萨呢，修行都是经过无量劫才成就的，哪有一生成就啊？是今此童子，这一句是指的善财，善财一生当中成就。当然，这有他特殊的因缘啊。所以，如果用前面这个法王种正如用这个来解释呢，跟弥勒菩萨说的这个话了有矛盾。又见普贤等于诸佛，成于智度，复是何谓呢？无知一闻，自相矛盾呐！啊，清凉这个话了，为我们确实破除了一些疑惑啊。清凉的是不要执着这个片段的经文啊，而错会了意思啊。这个经文你仔细观察了，它前后意思矛盾啊，并不相应啊。那么到这个地方，古人的解释啊，古人呢有许多种的看法，归纳起来啊，是这么一个情形。贤首摄云。贤首是清凉的老师啊，华严宗第三代的祖师啊。贤首大师注解60华严啊，60华严注解是贤首大师注的啊。这个80啊是清凉注的，清凉是贤首的学生啊。这讲他老师的看法是。应是善趣信行众生，这是清凉大师他的看法。说一元教中有其三位啊，就是善趣信行中人，在原教里面讲呢，有三种啊，三个位次。我们看他底下说的。一叫见闻位，即是善财次前生身，见闻如是普贤法故，成解脱分善根，如前探得中变啊。贤首大师这个讲法，的确他也有依据，他也不是随便说的。啊，这是见闻位中的菩萨啊，是说善财这个啊，次前生身就是前一生啊。如果说前生，那到底是前多少生啊？那就很难讲了。说个次前生身。就是指前生、前世啊，前世距我们这一世非常接近啊，那这个是太难得了啊。他这个善根呢，能够相续啊，不至于啊脱节啊。前世啊，他修行就曾经接触过这个法门，修行过这个法门，那它的善根呢，一接触到它的善根就能现前啊，所以有这样殊胜的成就啊，所以这叫见闻味。同样一个道理，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啊，我们前生我们不知道啊，前生呢有从人中来的，有从其他道中来的啊，很难讲啊。前生如果是从人道来的，你前生有没有闻过佛法？有学过佛，你有没有学过华严经？那假如前生是人道，前生又学佛，前生我又闻过华严经，这一生一遇到就好，那好欢喜，这很熟啊。因为你脱节的时间不长啊，这个熏习的力量就强了，非常容易接受，这说明这个道理啊。那么由此可知，我们每一个人、每一个众生，这个前世的习气啊，大概在这一生当中，如果细心去观察，能够觉察到。这个第二呢，戒行位，顿修如此五位行法。这个五位就是信啊，实信、实住、实行、实回向、实地啊。顿修它不是渐修啊，顿修这个五位行法，即善财此生所成智普贤为是也。所以他一生当中能够达到等觉位啊，他是顿修啊，他不是渐修啊，他是圆修啊，这是第二个位次。第三呢叫正如位，这就更高了，即因为穷宗莫同国海，善财来生是此位也。啊，这个正如位啊，就是如来究竟的果位啊，这是贤首大师讲的善趣信行中三个位次。那么这三个位次到底是哪个位次呢？是若尔定是何位？那善财到底是什么个地位啊？下面这个说就说得很好了，位在信是信位，在住是住位，一生六位，随在即彼收，以遍一切故，如普贤位，此之一节甚顺经宗。这就很好，讲的实在是圆满啊。那么善财53参，他参访哪一个善知识呢？他就是哪个位置啊？你譬如说吉祥云比丘是初住位，他参访呢，那他就是初住位。啊，海云比丘是二住位，他参访他就是二住位，啊，那么到普贤菩萨等觉位，那他就是等觉菩萨。这个讲法非常圆满，啊，他参访哪一个人呢，就入哪一位，啊，这个讲的确是很圆满，啊，说一云的意思就是说下即五位即是所证，啊，底下讲的这个53参。啊，53参51个位次就是他所证的，啊，更有一理啊，这是另外有一个道理啊，也是有个说法，列位而修啊，得见普贤一时等觉啊，离位是经历53个位次，到最后见了普贤啊，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导归极乐。啊，这个才功德圆满了。地狱天子上一生内三重顿圆呢，何以善财克定在初地？啊，这是华严经上所说的。啊，地狱是卧道啊，地狱天子就是阎罗王啊，阎罗王也能在一生当中圆满菩提，那何况善财呢？啊，这在华严经上看到的，就说明一即一切，一切即一啊，说明是无障碍法这个经教显示的是离世无碍，世事无碍，啊，从这显示出来了。是宁可推之，凡生难测。对，这个理太深了，啊，事实真相啊，我们没有办法去想象，啊，你也想象可能就想象错了，啊，这个境界太深太深了。这清凉大师给我们做这么一个说明。说得非常之好，帮助我们断疑生信啊！好，今天就讲到此地。